是小新。刚刚呢，迪迦奥特曼来到小新的身边，竟然身受重伤了啊！看，这个迪迦奥特曼全身都是这个子弹孔，也是非常的惨啊！哎，难道是谁在欺负迪迦奥特曼吗？来，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迪迦吧。哎，迪迦，你身上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啊？哇，这个迪迦说，村庄里面竟然来了一群僵尸啊！那他们呢也是带着武器过来的。那迪迦，走吧，我们现在去报仇吧。哇，看来这些僵尸呢还是真的有点厉害的啊！哎，这个迪迦呢已经跟僵尸打起来了。哎，我们在这边。哇，不是啊，这么多僵尸吗？这就有点恐怖了。几十个啊，迪迦你要稍微小心一点啊，因为这里僵尸太多了。难怪这个迪迦会受到重伤，对不对？还有吗？哇，这么多，我的天，这也太吓人了吧。我们不要靠近他们啊，不要靠近他们啊，一定要站在这里，因为他们人太多了。好，只剩下两个了，是不是啊？三个、哦。我这个策略是对的啊，用狙击枪来打他。那如果用这个加特林的话，很容易被他们给打死啊，因为他们人太多了。但现在不怕了。啊，只剩下一个了，我用这个铁锹锤死他吧！啊，叫你欺负迪迦啊！好，看，这边还藏着一个，哎，走！啊，我竟然栽在这个一个小僵尸手里了，我的天，还是有点太骄傲了啊，有点太骄傲了，还是被他给打死了。走，迪迦，最后一个你来打吧。哎，这个竟然藏在这个墙上，看，我现在还打不到他的哦。这个我用这个炸弹来。哎，迪迦走远一点啊，别炸死你了。过来。这边是了。应该出不来了啊。啊，应该是在这里出不来的了。看来他也打不到我了。哼，太可爱了吧，这个小僵尸。好了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吧。我是小新。拜拜。